喽哈喽，小赛罗、小银河，你们好呀！我的幼儿园老师刚教我们的这首歌好听吗？我刚学会哦，你们想要去唱一唱吗？小迪迦你好呀，你这个挖掘机看起来好有趣呀，我也想要玩一玩，可以吗？小赛罗，那当然啊，完全可以啊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对了，这个不是挖掘机哦，它是推土机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的呀，谢谢你小迪迦，太棒了，我也要唱这首歌，太好听了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哎呀，糟糕了，推土机怎么突然不动了？前面还在冒黑烟啊，发生了什么呢？我要赶紧去看看。糟糕了，推土机着火了，这下该怎么办呀？我要赶紧去告诉小迪迦才行。小迪迦，小迪迦，不好啦不好啦，你的推土机突然抛锚着火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小赛罗，你先别害怕，发生了火灾，我们要第一时间找大人来帮忙，快和我一起去找消防员叔叔来帮忙吧，快走快走。快看，前面有一辆消防车，还有一个消防员，我们赶紧过去看看。原来是赛罗叔叔，他在锻炼身体呢。赛罗叔叔，赛罗叔叔，不好了，我们的推土机着火了，车子都快烧毁了，您可以帮我们灭火吗？哎呀，原来是你们几个小朋友们，你们的安全意识真不错，发生火情寻找大人和消防员来帮忙是对的，你们别担心，好好待在这里，灭火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赛罗开着消防车马不停蹄地赶往事故现场，他调整了消防车就开始喷水灭火了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大火没一会儿就被浇灭了，太棒了。哎呀，大火终于被浇灭了，我要把推土机给小迪迦他们开过去，其实我也会唱这首歌哦，大家听听我唱的好听吗？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。小迪迦，你们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遇到危险要找大人来帮忙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，谢谢你赛罗叔叔，多亏你帮了我们，我们也要去玩挖掘机游戏了，走了走了，太有趣了。挖机挖机开挖机，虽然很累但是很有趣，挖掘机也有生命，因为它会听你的命令，挖机什么都会呀，因为它会听懂你的话。